为大家演唱一首非常好听的民歌，大家欢不欢迎？谢谢大家掌声。我也欢迎啊，我非常的荣幸跟宋老师一起合唱这首，是什么歌呢？这是一首中国民歌，叫《康定情歌》。我们三位，我丽红，还有我们的钢琴家，一起跟大家一起，安安静静的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有请。欢迎陈先生。流流的秋游。
到底秋游，任你寥寥的秋游，任你寥寥的秋游。